安撒 Janis 蔚蓝，2018年1月12号至14号 ，Oh My Janis 巡回演唱会现在开始。咁啊，中意蔚蓝朋友大家支持啦。咁啊，一定好多好歌听，加油 Janis！ 今日 Janis 真系唔知嘅，即系又系。係啊，秘秘密密咁樣樣，攞啲嘢俾你啊，咁樣。That's wow。頭先阿 Leon 講到12號至14號，好幾驚講唔到。好感動啊！係啊，好開心，即係有好多朋友都咁樣去支持你啦。相信你都充滿信心今次嘅演唱會。Hello Janis， 好耐冇見啦，祝你嚟緊演唱會成功，記得請我去睇啊！恭喜曬 Janis 蔚藍，2018年1月12號至14號。Oh my Janis， 巡迴演唱會現在開始，咁啊，中意蔚藍朋友大家支持啦，咁啊，一定好多好多訂，加油 Janis！ 好嘢 ！Oh my God！ 今日 Janis 真係唔知嘅，即係又係，係啊，秘秘密密咁樣樣，同埋整啲嘢俾你啊，咁樣。哇！頭先阿 Leon 講到12號至14號，好幾驚講唔到。好感動啊！係啊，好開心，即係有好多朋友都咁樣去支持你啦。相信你都充滿信心今次嘅演唱會㗎啦。頭先亦都聽到你講話，你嘅團隊一齊去創作咗好多，咁我大家都好期待咧，係1月12號至14號喺紅磡香港體育館嘅呢一次 OMJ Oh My Janis World Tour 2018嘅。蔚蓝出年1月咧就会喺红馆度举行演唱会 ，Oh My Janis World Tour 2018啦。呢日喺记者会上面咧 ，Janis 仲话自己好感动，大嗌 Oh My God 添。点解咧？之前咪旧老板黎明啦，好朋友 Joey 啊、雷仲德等等啊，都有拍片支持佢，仲搞到佢眼湿湿啊！超级感动啊！系啊，我唔知道，我真系唔知道。乘机叫佢嚟睇咯。系啊。我邀请啊，系啊，都会啊，同埋抹泪咯。阿妈讲明你要睇啊，我以为佢唔想你睇啊。边个阿妈？边个？边个？佢哋咯，我但希望佢哋会上嚟。